非常感谢我们那个 Car Staff 这次的一个特别邀请呢，特别说明一下，介绍我们这次 Air One Sport 的一个产品整个规格跟特性。其实大家有别于过往，其实在同级产品，不管是 S2 或者是像我们 Yamaha 1705，在整个产品的外形的一个特色上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从车头的一个设计，其实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不同，甚至与众不同的部分呢，还有包括我们在整个后尾灯的设计，采的是一体式的 LED 式的一个呈现，包括后扶手把本身我们在整个流线线条的一个缩身效果上，让我们的车头的尾巴看起来更加翘臀，而且整个是有上扬提升的一个效果。那在大家最在意的其实是消费者的一个使用体验，也就是说我们在骑乘坐姿上呢，在整个椅垫我们重新的一个设计开模，让它可以更符合一般消费者去做一个骑乘坐住的使用。那当然啦、女孩子最在意的部分呢、其实就是像我们的一个贴心杯架，所以其实在我们的 AI One Sport 的车型里面，就是直接内建了两个饮料杯架的一个空间。那男孩子大家最在意的一定就是被这个独家的外框先被吸引到，完全独家重新设计打造的一个重力刷新压铸的一个轮框，整个轮框的设计能够让我们的簧下重量减轻到一个最佳舒适比。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在这个外形的部分以及我们在整个灯的一个亮度的显示，这次呢大家最在意的其实还是价格的部分。不过这边我还是要特别再卖个关子，其实我们这次还有一个更与众不同的部分是大家都知道的，在网络上甚至已经开始查到，就是所谓的一键导航。其实在我们的 Corsera 5号这次的设计，除了能够做到我们的步进导航，一步带着一步带您到您最想去的位置，完全搭载了一个智能导航的一个功能，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测速照相以及提醒的功能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最重要的是 GoGoRo 车主最在意的就是当我们骑乘到一个阶段的时候，如果你的车子没电了怎么办。所以其实只要透过我们的 Smart 键按住两秒之后，它是能够很清楚很快速的帮您做一个一键导航到您想去的地方。讲到这边，我想大家最在意的部分应该就是如此多的配备，这么好的一个规格，而且整车重新开发的一个产品，到底要卖多少钱呢？89,800不含排险，这样的价格已经完全让市场上的人都在敲碗说到底要去哪里买车，而且还没完，现在只要预购我们的产品，还有送一顶品牌高风格安全帽，搭载蓝牙耳机，更重要的是在购车交车的时候呢，您只要做打卡，就还会再送一个专属我们的 KeyFob 的钥匙皮套，价值3990元，这么好的东西你还在等什么呢？好，这边是跟您介绍一个在 AI One Sport 的一个产品特色部分的一个说明，谢谢。